这边要开了。啊，拜拜拜拜。行了行了，不多说了，我心态稳了。感谢今天皮蛋又胖了的荧光棒啊，谢谢荧光棒，感谢。哎，你还有玩杀鸡吗？我想回去玩杀鸡了。得100个荧光棒，感谢感谢。没说到杀鸡视频，我都没录。我想回去看看杀鸡了。又出了个新人类，威廉姆斯，很帅气。技能都没打到第一。那个女的有个技能才好玩呢，有个女的上个 DLC 那个女的，她躲到柜子里面，然后屠夫指到她脸上，她可以冲柜子把她冲晕，我操！这么猛的吗？对，她快速出柜子把她冲晕。艾莉，艾莉，干嘛？干嘛？有没有线下的时候，我这边给你打招呼，我说我是野蓝粉，你都要不理我。我不认识啊，莉莉。他怎么可能认识你？他怎么理你啊？我为什么呢？他不认识你。太真实了。Who are you？ 我应该说，我说艾莉，你寒假作业写完了没？然后估计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听不出来。你很没有排面，没有排面，你很逊呢。艾莉做得好，干得好，假装不认识。太真实了。哦，这头像那我没见过。路人，路人。哦，路人吧，路人吧，随便玩，前锋来了，前锋来了。随便玩，我来。随便玩。那我也想随便玩。那开始了啊！空姐，年华，空姐。说要玩。真是太惨了。排位玩不了蜘蛛，只能在五排阵玩会蜘蛛，匹配也玩不了，排位也玩不了，只能五排打。两个祭司他们不敢用的，两个祭司电击修不动了，等着输吧。打不打洞？冲！这刀都能空，先知带起点。
用兵还有怀表啊，没人喽。哎，这两个人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打了柱子了。踢窝去了，别猜，你慌什么？你去开门，开十连单的门，他们又 TP 了。好的呢，我在他这里给他打洞，桥上有洞。我卖了，你卖了个屁！桥上有洞。我溜了182秒，然后就这把平局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进洞，能不能进？应该在野外。谁跟你说这把平局了？谁跟你说这把平局了？我们要户外了。没有护腕，你往洞往桥上走啊！我怎么过去？飞过去啊！你在哪儿？我在你心里。我在你心里，是吗？我门快开了，就差一丝。是吗？那我要等一道单结束。我开门了。开门。所以说这一把到底谁是卧底？
我溜了182秒，我洗白了，好吧？你有事，你的又有182秒，出去看我有没有182秒。好牛逼！妈的，我救了两次人，修了两台机，中间还挂了回接，我操！我溜了182秒之后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机子都没开。那你说呢？你说呢？有个巫女，你觉得呢？他还在手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们要溜到我终点，我修不了机，我能怎么办吗？他在手、啊，他送到我这里来了，我让我怎么办嘛？我肯定要走。那真惨，不仅有个巫女，我收了，再见。我能偷吗？我偷不了。偷个屁！你怎么跑过去？走吧。他待会一个鸡皮寄过来这边门口，你也要死，我跟你说。他欺负过来，他这边我看着他踢，你踢，敢踢吗？不敢。你快走吧，不要逼逼了。你说的好慢呀、啊。我溜了182秒。哎呦，那边厮杀，你怕个吹吹？随便打你怕个吹吹？艾丽厮杀是艾丽的事，你们演我是你们。没有人演你。没有人演你，没有人演你，都死演员。我没有人演你，你自己就是演员，你自导自演。啊，好的，感谢歌坛市的小女孩的血瓶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有演员了？跳的是什么东西吗？你看这个演员，他接了一个洞，他走了大洞，他直接上车就跑。人家车船还没穿过来呢，直接晃的一批就开始在车上他妈被击落，我操！啊，哦，他们还是他们，随便打随便打，还是他们，随便打随便打就还行，随便打。我不溜了，我不想溜了，我要救人去了。不能这样说，房东六去，你要给他们面子，要有排面。房东六，我不溜不溜不溜，我打了一票。哦，上来真是。啊，都你们退出了，我也不想留，留个什么结局？想多推一眼。干嘛？这些人不想玩了吗？那我也要磨一点。个冒险家，刚才不是看那个先知吗？免得前锋开球撞我，前锋秀起来了，前锋要秀起来了。
魔术师过去了。我还三跑呢，那我只需要保个瓶呢。记得，死都不教鸟的那个人。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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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凡人有点像，那个凡他就是凡人。不要说凡人了，他妈的学个十三家，军工厂他妈平地六鬼。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平地六之子，被他妈打得嗷嗷直叫。哎，三把没有点烟源。忘了把电电上了，他妈有电长就演员，什么演员了？鱼又没输，啊，正常六了，头鱼，头鱼来了，是吧？头鱼，正常六好打，是吧？这头鱼是吧？好打。他加了两层厨师，那波闪那个跳窗，人都跳过去了，他三线一刀，算判定真实。好了好了，认真打了，不要吹牛逼了。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会玩老头的，这个阵容就炸了，直接切水果切到死。
哇，这先知敢不敢再怂一点？你又跑不掉，我那二十秒的鸟还是得死。啊！
一个就都行，你们慢慢打。你们刚刚谁说要去救人啊？搞得我以为我要去修机，你们要去救人。叶长说要去救人，结果他没他问我，他要去不去？我沟通失误贼严重。我早点去，我能把他救下来。我来不及了。你来不及，你早就不要说你去。我有猴子啊，我去断，我去断，我去断。断句子去。我跟你讲，这波我早点去，他绝对被我救下来，还能帮他扛刀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有个魔术棒，我还死不了。他博弈不到啊！你不要用大招，用大招有点浪费。用大招你补不好啊！本来就补不好、啊。去哪一局？我往这边走，我带走。看他追不追我？我追你、啊，快去修啊！摸房东，摸房东。不用摸，我自己起来。不要管我，你修。我没关你，我就没想着关你。哦，他要追你啊！你说啊，现在是不是剩下的白痴大连？他要给我打个钻，我修一好几钻没了，哎，很舒服，真的吗？没了，过来摸我，不要钻没了，来摸我。一号机也差不多了，你快修啊！早就说了一号机修很多，特别多，然后你限制住他，你修你修你就修你的，你修。我怕他闪现，好像修多少了？快了，追不到。无限狙，狙到了，狙、哦、不到。去贴满，去贴满，黑妹去贴满。直接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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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亮。闪现好了，好来了。还有一刀的啊、哦！没有用，我们走了。闪现了，闪现了。没有用。闪现了，哎，秀，哎，可以啊！他这个闪现有点难受啊，他好像空了两个闪现。哎呀，隔挡机没有，地窖的扫机，扫机，扫机，扫机地窖吧，扫机地窖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扫机。那你过不去，我跟你说。你过不去，用幽冥扛一扛，过不去。扛个屁哟，过不去。幽冥能，幽冥能帮你扛刀的，你直走对吧？三出了，是吗？不相信我。而且佣兵中刀，不管佣兵中刀还是你中刀，我感觉他来不及，我都能给你来个。佣兵有护臂，来得及，都跟你说了，直接往中，直接往正门跑，佣兵挡刀三出了。这把谁是演员？爹，杨 sir， 杨 sir， 我失误了，我错了，那个分身我没想到。杨 sir， 这把他三线打我娘。不，我觉得这把你是演员。放屁。电脑也是演员，我是大头，电脑小头，你最佳演绎看到没有？最佳演绎你制作也赢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把本来我们能赢的，能赢的，就是你的错误暴跌让我没去救人。对，我问了年华，年华在什么地方？他不说话。不是，我是你说了，我说这有什么谁救人啊？怎么救人啊？然后你就我去救啊，我去救人啊。电脑给了错误信息，误导了大家去救人。我去跑到一号机修机了，修了半天，他快死了，给我来句没人去救他，说房东快来救我。行吧。他是魔术师啊，你想一想，我都骗了他一句。我以为他倒，我以为你倒了，所以我一开始说我去救人，一看不对啊，我说那佣兵救人。那你就要说你不救了，让佣兵去救，你又没说。没说，我肯定不说，我这是要补机器啊，我问烟花你在哪里？大半卡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你要背锅，你教过他大锅。背什么锅？他的你教过。你的锅锅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不是你要不还是他们不变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先知都不用了，那不用，那我带风窗了。调枪是不追。
没张狂。应该是个黑妹，要么就是佣兵。黑妹，滑动加速。相当于送了一个那个白丢一台，送这个结石一个 buff 了，被看见了。Oh!
应该他手上只有一个护臂。过，谢好。房东卡半过半救人，我踢这个人。谢喵七七的两张甜品卡。我的哥，不过半他完犊子，不过半他完犊子，我跟你讲。不过半头一次把他肚子，我跟你讲。不过半他是